帅呆了，二哥。是求婚还是求女朋友啊？求婚。求婚吧。对。女孩子关心的都是戒指。只要车子有点油，海哥带你相亲游。大家好，现在我们去接二哥。二哥，这个事让我操碎了心呢。女主角安顿好了。到目前为止，我也不知道二哥准备了什么迎接女主角。我希望不要怠慢人家，这也是万千网友的希望。还有一点就是，相亲基金3000元，二哥完全不知道。我们看看二哥准备了多少米来会这次相亲，大家拭目以待。点出来，马上！是不是这个什么飞天旗？啊，是飞天旗建材市场吗？没错没错，我在大门口啊。啊，马上，我穿鞋啊。你不用穿了，我带你去购物。我穿拖鞋啊，可以了。好，快点啊！穿着拖鞋去相亲，是真少见。大哥马上出来了。你不说你穿拖鞋吗？怎么没穿呢？哎呦，我不是换鞋吗？好，快上去。可以了。哎呀，强哥你好，终于到湖南长沙来了。二哥，果然穿的挺帅的啊。可以吧？把肤色一刮，又年轻了。不要理发了，你快就一个光头了，是不是？现在要去理发。不要理。你不就光头了？哎，我前面有个疤，那得看那个疤不好不？哦，这样子啊？啊，是不？那是以前是骑摩托车摔的。哦，那就不理了，我带你去买衣服。不要买，这个衣服就可以了，不是就穿普通一点。穿这么普通啊？啊，确定？哎，确定。有人。那女孩子怎么没看到呢？哦，你想见她？我是说就在这附近吃吧。嗯，你口袋里有多少米吗？口袋里就是200块啦。滚！哎呦我的妈！你带200块出来相亲啊？没钱，我不早就跟你孩子说了，借不？你没借到吗？嗯，不好意思，开口不，只做了几天。哦，没开口啊？啊，没开口不？你现在只有200块啊？啊，只有200块钱。你牛？什么叫？没等你送我回来，我不知道回来嘞。真的，我明年又4点钟上班了，我3点半就起来。早上4点半？啊，早上4点钟上班不？我就起来不？4点10就起来，5点钟上班不？你还打算在这里做啊？不在这里做，到哪里做？没钱。现在，如果那个你的对象啊要求你离开，离开我到哪里赚钱？只能赚到钱。有很多热心的网友啊，叫你上这上那，你真的是很有前途的，知道吧？放心，下一步不要一进去就问人家你有没有，那人家不中你。哪里进去就问别人？我就自己介绍自己不？我叫李平安，李二哥。哦，我是从江西到现在在长沙，在工地上做事。你不用介绍了，我是79年的，7年后的。你是问一下，不好意思，冒昧的问一下，你小姐、是今年
是贵根啦，是的。家住在哪里？你有这么多问题啊？你什么时候叫什么名字不？你怎么准备了这么多问题？不是，啊，我又没文化，直接只是直来直往直说不。难怪二哥找不到老婆。你什么都不用问，你就说感谢你千里迢迢来找我。好，可以。只要我们俩在一起，我会对你真心的好。一天三顿，我给你四顿。然后就牵牵他的小手，只要他不反对，那么你就有戏了。我教你这个，你懂了吗？你要做到哈。好，那我们就先去打扮打扮，好吧，出发。你千里迢迢来看我要的，我今天上班，不好意思刚下班，所以现在过来接你。要是我们有缘分走在一起，就是永远都对你好，家的说得非常好。对，对你也好，对你的女儿也好，把女儿也当成自己的亲生女儿，还要为二哥点赞。现在带二哥去买一束鲜花，二哥说一辈子都没买过，好大的雪。百合玫瑰，好，那就玫瑰了。对，红玫瑰可以吗？可以。我包多少只的？可以包11只或者19只都可以。那就19只吧，大一点。多少钱？19只的是258的。什么感觉？拿着它，心里美美的，美美的。有什么想说的？想说的就看到以后怎么能，但然后要感谢海哥和我的牵红线。请属于你，放车上，先放车上。这里一包华子啊，给你的。好，谢谢，谢谢海哥。要有点信心哦。嗯，有。接下来怎么做，知道了吧？知道了。好，好大的雨啊，外面。嗯，还好是防水的。是的，谢大哥大姐。把发型整一下。有幸见证一下别人的幸福。对。见证一下幸福时刻，要我。对。来，请进。帅呆了，二哥。这是求婚还是求女朋友啊？求婚。求婚吧。对。戒指嘞，戒指嘞。女孩子关心的都是戒指。紧张也是应该的咯，这个时候不紧张，啥时候紧张？是，还是有点经验给人家。别
人家都给你信心，挺好。马上要见到你心仪的女生了。以前有没有谈过女朋友？以前谈过。嗯。没送过花。有没有牵过手？牵过手。我怎么感觉好像是我在求婚似的？我比他还紧。闪闪，千里迢迢到这边来找我，我今天刚下班，今天上班刚下班过来找你，真的不好意思。还有，要是我们两个人认成的话，我对你真心真意的，好一辈子。我没骄傲。嗯，车长，二哥诚心诚意的接受一下他的花。好像没什么花的，真是。第一次认识一下。真的没必要买花吗？没事。我做到位。那上面里面很多。我可不敢当，下雪天，而且大雪纷飞，我们淋的你看都一身湿的。为了这束花，也为了今天这次相见，作为这根红线是我牵的，我希望你们幸福，希望你们美满。接受了，男人我接受了，还要不让你一直抱着。其实在这个场合我也不便逗留，我想让他们单独聊一聊，在这里我火辣火辣的，全身都是电的。要跟你们好好聊一下啊，小总，我们在外面等候一下，然后晚上我们一起烛光晚餐，好吧？大哥加油。视频就录到这里，感谢家人们的收看，我们持续的更新后续。